各位亲爱的毕业同学，你们终于毕业了。那老师多年的拍戏的经验呢，给你们几个忠言跟建议啊。第一呢，你们要把电影呢当做一种文化事业啊，因为文化是可以永久传承的，但是你们也要把电影呢当做一种娱乐事业。电影呢是人，从它发明以来就是。人类的精神食粮，你不能忘记了它的娱乐的功能。第二个呢，就是keep rolling 就是你们对电影假如充满了热情你们永远不要轻言放弃。尤其现在到了数位时代从事创作呢都比以往更容易，而且平台也更多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，拍片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还同时呢，你们一定要。也要把家人呢，照顾好。请上 Facebook 搜寻"机器滚动"。